考试的吗？找魔派入口做什么？我听闻魔尊把妹妹掳走了，我想救妹妹。都是误会，魔尊也是好心，见我思念你，便带我来了仙魔镇。你思念我？思念是什么？思念，思念就是和一个人分开了，却一直想着他，觉得时间过得很慢，每天只想快点见到他。就好像我之前思念我哥哥一样。妹妹，我也思念你。现在是宵夜时间，老妈兔头、麻辣香锅、香辣小龙虾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关于爱情。我以为你想吃棉花糖。我想吃臭豆腐。